JMA 香港國際珠寶節已經舉辦了多年，而經過不斷創新開放思維之下，今日我們的展覽會已經變成有質量化、國際化、高認受性，是很有影響力的國際珠寶展覽會。在每年的11月，很多買家、參展商都必然會參與這個盛事的。我們這個是唯一開放給公眾人士的展覽會，氣氛非常之熱烈，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之理想的珠寶購物平台。香港是一個很國際的城市，很多不同國家的人都會來擺 show， 他們都有不同的商品不斷地交易，就可以自己的貨都會漂亮一點，還有都會多認識一些人。設計師之間亦都會有一些交流，可以在這個展覽的平台上面展示自己的設計。今年啲設計師嗰啲作品都好靚咯，覺得今年個會場都好成功。我哋希望個展覽嘅氣氛更加熱烈，務求令嚟到展覽嘅朋友除咗可以買優質首飾之餘，更加可以好開心咁享受成個展覽嘅體驗。HKJMA 每一年的展覽都花頗多的心思設計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，例如一日一卡大抽獎，每日都會送出鑽石，入場人士已經可以得到抽獎券參加抽獎，當然還有不同的有獎遊戲，簡單幾個 step 已經可以換到精美的禮品，而且場內都有特色的攤位展區，例如香港珠寶工坊的宣傳攤位，有東西看又有東西玩。我哋希望我哋會更加明白到呢個市場嘅需求係乜嘢，而我哋可以提供到一個更加滿意嘅服務俾佢哋咯。我哋強調同各位買家有緊密嘅互動，唔單止令佢更加投入、刺激消費，從而令佢哋開心嘅感受，為呢個展覽提供多啲嘅動力同埋生氣。I bought like quite a lot this time. You know, I'm very happy. You know, yeah. 我衷心希望JMA 香港國際珠寶節能夠帶給我們的行業能夠更多的商機，當然亦都希望能夠為本地的珠寶製造業能夠持續發展，創造共享的價值，再創高峰。當然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參與，才能夠見證和成就到我們的展覽會的成功。